现在呢，我来解说一下这个彩虹砖的这个秘密动作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彩虹砖呢，它放上去的时候呢，这彩虹砖中间都有一个洞，那我们这个放上去的时候呢是这样放的，这样放，给观众看的时候是这样看的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穿过去，穿过去，基本上呢，你打开的时候呢，它是不会掉下来的，它是不会掉下来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请观众选两个颜色啊，比如说他选的是蓝色跟绿色，这是观众选的蓝色跟绿色。那我要怎么让蓝色跟绿色掉下来，其他的不会掉下来啊？就是我放的时候呢是这样放的，好，然后呢？观众的呢，观众选的这两个呢，我是给它摆成这样放的，但这个不能观众看到你是这样放的啊，看你在什么时候放都可以，但是你的重点就是要放这样子，那这个穿过去的时候呢，穿过去的时候，它是这样子嘛，盖起来，那基本上它从这个小洞是可以看到颜色啊，然后呢，咚。好，打开的时候也不可以让观众看到，就直接把它倒出来。好，倒出来，有两个颜色掉下来，刚好就是观众选的这两个颜色。